电视剧《最美不过遇见你》是由韩木一、彭楚月、徐凯欣领衔出演的青春治愈校园剧，讲的是高二女生夏安生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转入了城关学院，和校园小霸王成为了同桌，又和讨厌自己的小姨继子学霸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本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便安静离开的夏安生，却因接踵而来的意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与自己原本的目的背道而驰。除此之外，看似平静的高中校园不仅涌动着情窦初开的青春荷尔蒙，也弥漫着年少无知对善恶的挣扎。